我现在是四年级的学生，然后即将在明年大概二月的时候会去实习。那我选的实习单位是在台东的点心坊，怕会不适应，因为一个人到外县市，然后那边环境都不太熟。那我希望可以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可以运用在业界上面，然后学习到更多。我在明年二月的时候要进入古拉爵的内场实习，然后我害怕到内场以后在学校学的东西没有用上，会用不上，然后自己学不够好，然后到时候到那边什么都不会做，只能站在那边，然后看大家忙，然后没办法融入同事之中。实习前当然是有点害怕的，因为就是跟学校学的都不同啊，然后学习的东西应该都要重新学习一遍，相对会比较辛苦一点。然后因为实习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对我们有帮助，就是让我们可以以后毕业之后可以比较快进入职场。因为我们是技职教育啦，然后我们是希望说学生在借由这个实习累积他们的一个实务经验，那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到那个业者那边去工作。那因此在这个部分呢，因为业者他们也很需要说学生要有基本的技能，所以在技能的部分，我们在学校前三年就会辅导他们去考取相关的证照，然后在实习的过程呢，我们也会定期的去关心这些学生在实习的状况这样子。我们也透过业者啊跟学生的回馈回来，那我们会再做一个修正，课程上修正这样子。那也希望说学生在未来毕业后呢，选择到他们所实习的单位去，然后选择他们所喜欢的一个地方这样。目前呢，我们科上的实习单位还蛮多元化的。那除了在饭店之外，也有就是创意料理方面的餐厅。那现在目前实习生呢，在这间东方红里面，实习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。那他们运用在我们学校呢，一年级到三年级所学的技术跟专长在面所以发挥，都表达说他们在学校学的呢，对于他们都非常有帮助。我是餐旅课五年级的，我叫做吴家珍。我目前在礁溪东方红创意甜板料理当实习生，实习已经四个月多了。在这边实习跟外面比较起来，学到很多跟外面不一样的东西。我是圣母专校餐旅科的实习生，我叫吴杰欣。我目前在礁溪东方红实习了两个多月了。老师跟主管就是会很关心我们，老师也会定期到餐厅这边来探望我们，跟我们聊聊天，然后缓解一下我们紧张的心情，所以很谢谢老师的帮忙。我是那个圣母专校的实习生，然后现在是五年级，然后我叫黄义伦，现在在那个礁溪东方红当实习生。我在实习的期间更认识餐厅的内场跟料理的制作方法，还有一些食材的配置，然后很感谢这边的师傅的教导。我是餐旅管理科的简美华，我从三月份开始实习，实习有七个月了。在这七个月期间，我学到煮茶、煮关东煮、煮珍珠和调制饮料，期间也认识许多学弟学妹，也和他们熟。在这实习期间我也很开心。我是餐旅管理科的李欣，然后我自从九月开始在这边学校实习。我在餐厅有学到就是怎么去管理，然后做盘点跟进货，然后还有就是做账，然后再跟上级报告说今天餐厅的营运状况。